你喜欢的人是谁？这个问题，这是服务员。多谢。 散到地上的干松香就不要了，我再让伙计重新帮你装一份。不必了，多谢涂山组长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新鲜出锅的卤鸡爪、卤鸭。 鲁鸭掌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新鲜出锅的卤鸡爪、卤鸭脖、卤鸭掌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哎，客官，看一下，哎，要不要来半斤做下酒菜啊？客官，客官，不用了。 不会，你喜欢的就是这位姑娘吧？那我得仔细看看，能说出我兄弟的女人是何方神圣。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？要赌就赌大的。谁敢跟我赌？哎哎。 要不你出去跟他赌一局，赌赢了直接扛回家。哎，兄弟，你要是再不出去，你的心上人可就输给别人了。我们不赌钱，赌点别的，你敢不敢？ 赌，跟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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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比大小，输的人回答赢的人一个问题，不能撒谎。这个新鲜哈，好，赌就赌。哎呀，我来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喜欢的人是谁？这什么破问题？换下一个。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你只管如实回答，不回答就算输了。回答就回答。 我喜欢的人，是我想要相伴一生的人。你最想与谁相伴一生？这是下一个问题。赢了这把再说。赢了，赢了，厉害！哎，赢了！该我问你了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条路上。
我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，我可能就遇不到他了。你对你义父倒是挺忠心耿耿。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不是，钱不要了。谁说不要啊？把这姑娘赢的钱都记我账上。这怎么行？就是啊。你今日这衣服颜色穿的不大对，长得不太好。怎么独自一人跑到这儿来赌钱啊？你为天之骄子的未来夫婿呢？你知道我定亲了？赤水族长和昊灵王姬订婚，想不知道也很难。哦，都忘了跟你说恭喜了，恭喜啊！除了恭喜，你就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了吗？你想听什么？没什么，有两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说。第一件事情，为你做完药，我现在还能做。可日后我成婚以后，我就不会再帮你做完药了。第二件事，我想解掉你我之间的蛊。这个蛊总是给你惹麻烦，上一次你已经厌烦了，不如等你有空时，我们去百丽一起把这个蛊解掉。你放心，蛊解掉以后，以前我承诺你的事情依旧有效。好啊，等我有空时。给你的丸药每三个月会送一次，我先走了。